那歌叫《寂寞先生》，然后就想把它拍出来，一些和之前不一样的东西，可能会比较压抑一点，但其实就和人比较像，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嘛。平时你们看不到的一些情感，你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性格，包括你所有的心里的感觉，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。生日适合发什么样子？就开心就一定要大笑吗？还是伤心的时候就一定要哭？那你看我现在是开心还是难过呢？那么美，于是追，要你陪，可惜陪能重回角美丽汗水化成泪水。黑夜之所以会黑，叫醒人心里的鬼，在于谁，在于会，在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，才伤痕累。可以无所谓，寂寞却一直掉眼泪，人在爱情里越残废，就会越多安慰。我 I'm not okay， 我假装无怎样。25岁生日，是一个成年人，在做男团也是偶像，也是一个有独立思想，可以分辨是非爱恨情仇的偶像。很抱歉在生日这一天给你们看这种风格的视频，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我叫木子阳，是一个每天开开心心又带着一丝黑暗和危险的偶像。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我很性感。下班了，工作了一天，现在几点了？3:45。现在是韩国时间凌晨3:46。黑白的其实很适合这个，我可以无所谓，就不管在哪儿。这是个狗场，走。